我是席西莲延宁，我是重视婚礼主持人以及活动主持人。从小到大，我都觉得我跟幸运两个字是没有缘分的，因为我不但觉得没有缘分，我还对自己没有勇气。我有很多的梦想想要完成，但是我从来不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潜能可以完成我自己想要的一个梦想。直到我认识了广大的面子书，在这面子书上。 我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NLP and Style，在这NLP and Style的课程里面非常棒，我了解了自己，认识了自己，从而我改变了自己。在 NLP and Style 的课程中，它让我自我发掘潜能与价值，让我自信心大大的提升。如果你问我形象对一个人重不重要，我胆大的告诉你，我以前真的是不顾形象的。 我可以随便的穿一件我自己觉得舒服的衣服，而且我颜色是乱乱来配搭的，我舒服就好啊，我开心我喜欢就好啊。直到好多人都给我很多的评语说，又不是这样，又不是那样。过后，我才发觉其实形象跟颜色息息相关。那如果你再问我，形象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它如何能帮助你在职场上？ 或者是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在生活上达到一定的效果呢？那我可以告诉你，形象真的很重要。没有好的形象，就不容易让人家对你留下印象。所以，通过 NLP and Style， 不管你是任何阶段的人，你是职场上家庭主妇也好，不管你是任何身份，你都需要提升自我形象与定位。